即使愿求有日能发到，甘心一天也期劳。我心惊梦，还是愿你待人好。但当你尚缺乏爱时，明白世间情至高。有要事启奏皇上，俾个人嚟。
贵为王子竟然喺光天化日之下，佢唔好生嘢贱民，真系无耻！我放佢翻去！你个畜生，你仲有咩说话讲？唔好啊，王阿妈！ 事未查清楚之前，唔好错杀无辜。呢件事我同仲阿哥亲眼见到嘅，仲想揾冤枉佢。刚才仲有人见到佢，宫维家家不敬，宫维家家，你话系咪？我冇得唔放过，你实在太过过分啦！畜生，你仲有咩解释？我冇说话解释。饮完六血之后，我就身不由己，你忠心狡辩，六血大家又饮，又唔见大家有事，可知问题就出于你。记得几年前。 朕派你调查中贪污事件，结果你就逼死功臣，朕惩罚你，你就不思进取，滋暴之气。朕以为你受咗教训就会改过自身，你唔知唔改，仲越变越坏，而家你仲奸污民女，你简直禽兽不如。朕杀你，睇到列祖列宗，唔好斩死阿哥啊！求王阿妈唔好杀死阿哥。 求王阿妈宽恕四阿哥，求王阿妈宽恕四阿哥，请王阿妈唔好动怒，小心性命。你应该庆幸你有班好兄弟，就连在你班兄弟份上，现在德妃份上，朕今日就唔杀你。但系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朕要重罚你，你要好好思过。多谢王阿妈不杀之恩。王阿妈，今次四阿哥犯错。 其实因为儿臣身为太子，平时疏于管教四阿哥，儿臣愿意领罪，替王阿玛分忧，代为看管四阿哥。好，个畜生就交俾你，你替朕好好管教佢。得。 叫人跟出嚟，我叫人跟出嚟，快啲叫出嚟啊！原来就系你呢个畜生，畜生啊，行猪，杀啊！哎呀，阻挡佢哋，边个阻挡佢，我就杀咗佢。 你咁都唔仲走唔走啊！女儿不孝，命接不保，已经令阿爹蒙羞。女儿点可以再叫阿爹为我亡送性命？如果阿爹有咩不测嘅，女儿万死都难自己救啊！人质，我要杀咗你呢个畜生！一定要死嘅女儿，女儿仲边有颜面留喺世上？我要一死，以示惩罚。人质，人质。
傻咗？阿爹只系得你一个女，你点可以咁忍心就抌低阿爹？天啊！我只系想为我女讨个公道啫，咁都唔得？唔通我哋啲老百姓注定要俾人欺负嘅？百姓惨受摧残，朕实在于心不忍。隐形，以身在，替朕好好补偿呢一家人。走，王阿玛，听日仲要狩猎，要保重龙体啊！朕仲边有心情狩猎？传旨落去，抽离已经完毕，即日摆驾回宫。走。有何事啊，十四阿哥？刚才四阿哥讲嘅说话，索大人都应该听到。四阿哥唔会无端端做出啲咁嘅嘢噶。十四阿哥，你嘅意思系会唔会系啲绿血有问题咧？唔知索大人，你攞绿血嘅时候有冇发现啲咩唔同？十四阿哥，你唔系唔会老臣系咪啊？系，绿血系老臣负责攞嘅，但系老臣做事一样非常谨慎。绝对不容许任何人犯错，而且绿血都没有发觉有任何不妥。十四阿哥，你千万不要毁老臣于不义吧。胤禛不是这样的意思，只不过四阿哥无端端惹祸，我只是想帮他查出个究竟。同母连枝，你这么关心四阿哥，老臣都很明白。不过做错事是不可以诿过于人的吧。索大，四阿哥犯错，皇上的判决声财公允，你唔通话皇上唔啱咩？胤禛不敢，冇事就回营休息。老臣告退。根据大清律例，所谓圈禁，大则可以大致庄园成国，小则可以将人囚禁在小凳之上不得离开。我现在给你住柴房，你不会怪我吗？我忍落在你手，你终于怎样戏弄我都可以，无谓多讲。我已经戏弄了你，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丑事？是我在绿血那里放春药的，是我叫人跟踪你，看你怎么出丑。全部的事都是我做的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因为你得罪我。我是大清未来的九五之尊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子天帅，你竟然够胆诽谤我听。纵然是我得罪你，都是我和你之间的事，为什么你要毁我民女一生？你心痛咩？你内疚啊？我而家连你想内疚嘅机会都唔俾你，将军。对唔住，石哥，兄弟其他你唔可以出去嘅。点都要食饭噶，
宗施主，请手下留情。你哋走啦。施主，你点解要杀死佢？唔可以完成任务嘅杀手，只有死。阿弥陀，施主，你系冇权操纵人嘅生死。施主，事情未清楚之前，你唔可以走。我要走，冇人可以拦住。剑下换命嘅人绝无仅有，我哋后会有期。一向都是与世无争，却遭到无辜的追杀，害到我爹死于非命。我从来都没有害过人，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田地？我究竟做了什么？阿弥陀，姑娘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都是节哀顺变罢了。我相信你爹在天之灵都希望你好好生存下去。是那个满洲狗官，日日都是他。阿弥陀，我不会被我爹枉死，我一定要为我爹报仇。姑娘，痛苦皆由仇恨所生，人要无怨无恨，方能得到解脱。大师，我被那个满洲狗官污辱，我阿爹又被他害死，我可以不恨他吗？大师相救之恩，请受小女子一拜。姑娘请起，我佛慈悲，是佛祖救了你。是的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大师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地生存下去，因为我的仇还未报。参见太子。起身啊！谢太子。
你一向做事干净利落，历水不漏，不枉我对你的信任。民国呢个督头同皇上素有来往，你唔使再去杀嗰两妇女，以免将件事搞大。呢个债我会算喺胤禛身上。呢一把系西域嘅贡品，你觉得点啊？好剑，竟系寒冰铁打成。你嘅，谢太子。只要你日后帮我尽心尽力咁做事，天下嘅奇珍异品就系你嘅。票叔一定尽心尽力为太子分忧。仲有呢，票叔做事一样谨慎，绝对冇人知道我系太子你嘅。由你暗中同我做事，其他嘅阿哥仲有得同我斗。你翻出去先啦。系太子。太子，包衣连更要喺出边求见。你同我话俾佢知，叫佢好好地看管胤禛。咋？仲有，如果佢想做官嘅话，限佢三日之内斩一千担柴，我或者会好好考虑下。咋？太子，点解唔好好重用连更瑶咧？连更瑶呢个人只可以利用，唔可以重用。佢呢个人做事太执着，太有毅力，为咗目的不择手段，好似我。我怕佢功高盖主，如果唔系利用佢军事上嘅知识，我一早就杀咗佢。仲唔食饭？我系唔会食太子府一粒米饭。你系边个？我奉命嚟看实你。做人点可以自暴自弃？更何况你系王子添，狗奴才，你同我收声！总好过你做人都唔想做。如果你死咗，仲点样去见个村女？讲咩？如果太子杀咗佢，一定会通知你，叫你痛不欲生。佢仲未死，而家可以食饭啦。点解你要斩咁多柴？要三日之内，我可以斩一千粒，太子就会被一官换将。就系为咗咁？其实做人点解要自暴自弃呢？仁正，点解咁耐都未见太子出嚟嘅咧？太子。仲喺度午睡。太子到，瞓饱一觉，真系舒服。太子，好，唔好客气啊。咩事？两母子咁好嚟探我？系啊，太子，其实自从秋手翻嚟之后，一直都好想嚟探望。只不过是太子事忙，只有好多次嚟到都未能相见啫。人形身体康健，神清气爽，你大可以安心。太子，其实今次嚟实在是有一事相求的。太子，四阿哥回京咁耐，王阿娘都未见过佢，唔知道太子可唔可以俾佢相见？哦。原来想见胤禛系嘛？系啊，太子。胤禛圈禁期间唔可以见任何人。王阿娘系四阿哥嘅亲娘，今日点算系外人呢？胤禛身受滔天重罪，受力圈禁于太子府，非太子夫人一律都叫外人。太子，请求你。我受命看管之责，
就会严守法规。莫讲系你，就算系皇阿玛，我都未必俾佢见。怂客！翠玉，揾我咩事啊？哥，實在想揾阿四阿哥啊！唔得噶，太子唔會俾任何人見四阿哥。連兄弟，我求下你啊！我知道四阿哥佢受咗好多苦噶啦，四阿哥至少就係我照顧佢嘅，我實在好擔心。哥，就當賣個人情俾翠玉，幫下常在啊！連兄弟，我求你。冇啊！连某我受唔起。四阿哥，常在，四阿哥，我本来一早就想嚟睇你噶啦，不过我冇办法入到太子府，呢次好在连更瑶佢帮我。我先入到嚟嘅啫，我听讲你几日都冇食嘢，你瘦咗啦。无论点样，我都唔会食太子府一粒米饭。四阿哥，你冇咁讲啦，你自细就系我一手太大，我睇你比自己仲紧要。你记得吗？你细个嗰阵时同啲阿哥打交。打到頭破血流，你都冇喊一句嘅。我記得你話過，你會自己保護自己，你仲會保護常在嘅，係咪？常在，四阿哥，只要你能夠忍一時嘅屈辱，太子就再冇藉口圈禁你嘅啦。只要一有機會，你一定能夠出人頭地嘅。千难齐，我就唔使再做包衣，就有官可以做。哥，你喺太子府做咗包衣咁耐，我每次都系听到你咁讲。结果你依家仲系做紧包衣，算啦。如果就咁放弃，我就一直做包衣。我相信，我终有一日可以达成愿望。做人不可以自暴自弃。是这样朕就安心。大师，辛苦了。皇上，呢啲系民国份内应做。日子过得真系快，大师差唔多都要一年冇啦。点啊？五台山一切安好，托皇上福。五台山一切安好，请皇上放心。皇上，佛门中最大嘅宏愿系普度众生。而皇上乃万行之主，有道明君，祝福芸芸众生。其实一日佛门之内，大师系咪有书委同朕讲？皇上曾经讲过，众生平等，满汉亦是一家。你想提醒朕要善待汉人，
貧僧喺民間見過唔少滿人迫害漢人之事，啲陳朕都知道，要滿漢一家非乍然可達，係需要時日。請大師你放心，皇上慈悲，阿彌陀。你的聲音真係令人煩厭，並唔係是命令皇上心煩，而係皇上內心鬱悶難當。佛經有云，若人心中清淨，則能入佛法，所以貧僧係聽唔到善明之聲。冇錯，朕的確係為咗邊疆準國義嘅事心煩。有時朕真係好羨慕你。你哋出家人歸依佛法，可以內心平靜。阿彌陀佛。你哋俾啲心機捉蟬得噶，捉咁耐都捉唔曬，皇上係冇辦法午睡噶。唉，鬼公公，鬼公公，文公大師啊，你過嚟啦！文国大师，鬼公公，我算一算，我哋差唔多一年冇见面咯。系啊，虽然阔别一年，但系公公嘅神韵又胜往年。哎呀，你哋捉咁耐都捉唔晒啲蝉啊！皇上瞓唔到午睡啊，又闹奴婢噶啦。啲蝉好嘈啊！系，等我嚟啦。鬼公公，呢啲琐碎事等贫僧嚟得啦。大师，你一片佛心，系咪怕我鲁莽伤到啲蝉呢？公公稍歇一会。请将啲蝉放生。点解你仲唔走啊？文国大师，你真系慈悲为怀。阿弥陀佛，大师，你嘅武功又进一境啦。武功只系小节，贫僧宁愿蝉你有所进益。施主，你做咩事跟住贫僧？做唔出嚟？出嚟咪出嚟咯！施主，你揾贫僧有咩事？查你咯！皇上连众阿哥未必见，但系见你，你同皇上究竟有咩关系？你系边个？系咪少林寺嘅和尚呢？贫僧无可奉告。我系裕亲王个女宫卫格格，你敢唔讲？贫僧无可奉告。好，我尊重你唔讲都得，见你就嚟我师父啫。贫僧年纪尚轻，系唔会收徒弟，更唔会收女弟子。
你唔教我功夫，我同皇上讲噶。好啊，如果皇上允许嘅，到时你嚟揾贫僧。仲有，你唔好再跟住贫僧。阿弥陀，你迟早都会做我师傅啫。你一定会做我师傅噶。三日你就斩完一千担柴，我真系好佩服你。不过有啲嘢我真系谂极都唔明，你都算得系一个豪杰，点解你咁热切要做官呢？你身于皇族，至少一帆风顺，你系唔会明白嘅。我咁样都叫一帆风顺？其实宫廷同埋官场都一样系咁黑暗、咁唔公平，你又何必置身其中啊？我知道官场黑暗，我家中亦世代为官，我阿爹亦身处官场，俾最好嘅朋友出卖咗，以致双目失明，家道中落。我只想振兴年家，唔想一世做包二。可惜乜嘢？可惜你跟嘅系太子。你试想下，如果太子真系要俾个官你做，需唔需要等到今时今日啊？我相信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你太过执着啦。如果唔执着，就会自暴自弃，好似你。你真的信太子会俾个官你做？太子呢？呢度五百两银，太子赏赐俾你嘅。太子安排我做咩职位啊？太子安排你做佢嘅近身轿夫。八达哥，明日黄鸿瑞、即尔汗、马尔达、李整如等人会过府饮宴，拜会八阿哥。今次真系辛苦晒舅公啦！估唔到连户部、礼部、工部、兵部嘅上司都俾你拉拢埋翻嚟，舅公你真系有办法。咁多全靠八阿哥嘅贤德美名，连天下归心啫。依家六部之中已經有五部歸心於八阿哥，加上書房大學士中十居其九係我哋嘅人，我哋可謂天下在握。哼，呢個太子仲以為佢自己可以權傾天下，查實呢個天下就嚟反轉佢都未知啊！九阿哥，其實太子都好精明嘅，對朝廷嘅政事亦好了解，要推翻佢都唔係咁容易。龙科多讲得啱，人形天赋唔差，才能绝对唔会比任何一个阿哥弱。佢唯一嘅缺点就系嚣张、狂妄啫。咁八哥你就放心啦，呢个缺点啊，就足以造成太子嘅致命伤啊！各位阿哥，你哋谂下，佢处理朝中事务，佢仍然系一意孤行，态度嚣张，尤其是近来嘅举止啊！竟然想學足皇上一樣，長此以往，皇上就會忍無可忍噶。你哋睇下，論人心、論聲望、論才幹、論德行，皇上選太子唔選八哥，選邊個啊？啟禀八哥，大阿哥到，快請。你話大阿哥嚟究竟咩事啊？唔係講是非。就係拉攏我哋。哎，八弟、九弟、十弟，你都喺度啊！嘿，咁啊真係好啦。啱見大哥。哎，免禮免禮免禮。唔知大哥嚟有乜嘢意思咧？係咁嘅。唔知你哋覺唔覺得最近太子佢係咪越嚟越唔似樣咁咧？大哥，你到底想講乜嘢啊？
既然係咁，我不妨開門見山同大家講。我知道你哋一向都不服太子佢噶啦，所以你哋特登結成一黨嚟到抗衡太子嘅力量，而且仲得到舅公嘅支持添，係咪啊？其實太子嘅所作所為，我都非常不滿。我要做大哥嘅，點可以袖手旁觀㗎？咁大阿哥打算點呢？太子之位，應該揀一個適當嘅人選。如果係唔適當嘅，最好盡快消失。你嘅意思係，萬一勞兒真係冇福分做太子，咁你冇咗太子喺度，你係我哋大阿哥，我哋當然為大阿哥你馬首是瞻。生命来到，越山过山，风暴。